地广论》丙二，别说入金刚圣差别。丁一，明气入密咒之一门。啊，这一段很短，那么我就把它念一遍。金刚目第十三品云，以下说四序，彼上无四行，瑜伽上有情，在上无上行，此下为金刚圣下机，彼上中机，上即上机，在上即最上机，对彼四机说四序部，故四序部即是能入门。入无上细议论一淫，密咒果金刚圣，总有四能入门，为四行瑜伽无上瑜伽系如是共说。啊，这一段念完了。啊，请问这一段是说些什么？啊，请问这一段是他在讲些什么呢？啊，因为这一段很短，啊，这一段我就啊不做解说，由你们来解说好了。这个笑了对上最大声的啊！啊，连毅，连毅，他摇头，他笑了最大声，但是他摇头。连汉呢？这一段是主要是说什么？啊，就稍微讲一下就好了。密教的有几个门，说的也对啊，说的也对。他这里面有讲，故四系部即是能入门。那么请问哪四个门？啊，仙人知道吗？仙人不知道，那你根本就没有门，你就打不开门啊！你仙人是沉吟驾悟的，所以不要门。明义法师知道吗？啊，这就是四部。他这里面呢、啊，这一段完全讲的这个四部四门，也就是密教本身呢、啊。最主要的第一个是四，四四密行密瑜伽密无上密这四个门。他把这四个门啊，一个一个字啊写成一个，你看最后一行啊、最后算来第二行，为四行瑜伽无上瑜伽序，这里面就有四密行密瑜伽密无上密，就是这四个门。所以他写的很简单啊，这个四密他也不写清楚，反正四行瑜伽无上瑜伽序，他就是这样子写，这就是四个门。金刚目第十三品云，以下说四序，就是在最底下呢，他说这个四密，
彼上无事行，就是讲无事行密，就是行密。瑜伽上有情，就是瑜伽密。在上无上行，就是无上密。好，四句话：四密、行密、瑜伽密、无上密。此下为金刚胜下机，说第一个就是下机，第二个就是中机，第三个就是上机，第四个就是最上机。啊，四机说四系部，就是四经、四部经。四系部即四能入门，这个四系部就是四个能进去的这个密教的门。好，这样子就解释完。他这个写的很简单，很简洁。那么要跟大家稍微讲清楚，什么叫做四密。一般来讲，四密最重坛城。四密最重坛城，不坛怎么样子去不坛？你为了修这个法，你必须要不坛49天。那么修法只有修7天，修完7天以后就把坛城给它拆了。好，修法完毕，坛城就给它这个啊。这个解除是有这样子修法的哦。以前我不是教大家这个修法，那个坛城都不一样的啊，习斋坛、增益坛、降伏坛、敬爱坛，它的坛城通通不一样的。所以你修是四种坛的时候啊，你就是要布坛。那么布坛布49天，修法修7天以后，再把坛城再给它解散，再各归原位啊。密教这个四密最重坛城，它坛城布置啊特别，每一种法特别通通不一样，穿的衣服都不同。而习斋啊要重白色，敬爱重红色，降伏重黑色，对不对？那个增益啊重黄色，那么贡品通通不同啊，颜色要配合，时间要配合，方向要配合，修法要配合，仪轨要配合，这样子才能够相应。这就是四密。其实密教啊，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去实修。以前莲花生大士入西藏，很多弟子得成就，什么原因呢？他不重理论了，不讲这些理论了，讨论来讨论去没有用的。因为你光讲煮饭煮饭，你不吃饭啊，你讨论怎么煮怎么煮，你讨论的这个一仓库，你就是还没有吃，你得不到饱。所以最重要还是要实修，不能光在这理论上用功夫。你佛学大师啊，你是一个佛学大师，你天天研究佛学，你成就成为一个大师，但是呢你从来没有实修过。这就是讲吃饭的理论你都懂，就是还没有吃过一碗饭，你永远不会饱的。所以实修是最重要的。莲花生大士他重实修，密教也是要你实修，不是重在这些理论上研究佛学上。我看到有很多人啊，天天在那边转这个佛学的牛角尖，天天在那边变来变去啊，坐着变，坐变到最后站起来变，最后好像要腾空起来变，这个两个人变得发火，面红耳赤，差一点大打出手，那个没有用的啊。为了经上的几句话在那边辩论，辩得要死要活的，但是不重实修的话，那个是根本就没有用。所以实修是很重要，四法很重要。这虽然是下机，
所谓什么叫下机呢？你是在做结魔法，做事业，但是还是很重要的啊。像这个师尊的这个修复法啊，修出一尊护法出来，他护法随时跟着你。像这个上个礼拜天呢、啊，上个礼拜天我去吃日本料理，我护法随时在的，那么我就是拍掌啊，请这个护法来啊，就是这个请先供养护法。我就先供养护法，那个菜出来了，这个有这个沙西米啊，啊尼基里啊，甜不辣，对不对？这些东西我就先供养。哎，护法没来，这个佛亲坐在我旁边，他看着我在请护法，我一直请，我说哎，护法不来，好了。我要磨他来，什么磨他来了？我就手就转，手这样子磨啊，手跟手掌跟手掌这样子磨，就叫磨他来，磨来。他还是不来，他不接受我的供养。你不接受我的供养，我就自己吃有什么关系？啊，我也不管了，我就吃了。啊，相当不错的。听说那个在西雅图区啊，这日本料理是最道地的，最道地啊，道地的日本料理。那我就吃了，那个吃完了，哇，巴肚疼。啊，大家知道我星期一吃稀饭的吗？你们大家吃星期一晚上你们吃牛肉面吗？对不对？我一个人吃稀饭嘛，为什么呢？肠胃坏了，我就觉得奇怪，这到底哪里出差错？这护法怎么不通知我呢？对不对？你肠胃不好，我当师尊的，那很少生病的。我不能生病的，我假如咳嗽的话，我怎么说法？我感冒的时候打喷嚏，怎么说法？啊，怎么跟大家这个录影？怎么开示？我请假，你们一下子头痛，一下子脚痛，啊，从头到脚都是痛。你们经常请假了，我哪里能够请假？你看我有什么哪一天请假的？我肚子痛也要说法。啊，肚子痛还好了，星期一就是肠胃不好。到最后我问护法，我说为什么你们那天没有来送供养呢？他说那个沙西米已经不新鲜。他讲沙西米已经那个剩一片已经不新鲜的啦。哦，我说怪不得啊，我每一次请供哦，护法都一定到的，没有不到的，他们也是很爱吃的。结果他这，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请他们都不来，一定有原因的。所以他跟我讲，他们不吃不受供养的时候，你应该要心中要有警惕呀、啊。你已经要知道了，你还吃下去呀、啊？那个已经不新鲜了，活该呀、啊！你有这个劫数。啊，师尊修复法是修得不错的，所以以后呢，假如有这个护法不受供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一定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这个护法也是属于这个下机，但是你跟护法修护法修结魔法成就，护法一定是跟着你的。那个佛亲那天有看到，他说奇怪啊，这个
我每一次在供养的时候，只供养一下子就可以。那天不是，联系的这个魔长，磨了很久很久很久，他们还是没来。原来就是东西已经不新鲜了。那么再讲这个结魔法，这个红财神，大家知道这个象头财神，红财神是象头财，红财神、象头财神，它的威力在它的鼻子。我讲过，你要观想，这个莲心法师在笑，他的鼻子红的 啊。不要观想成他的红鼻子，你跟红财神相应的，所以你鼻子是红的。红财神的他的鼻子，他得有诀窍的。每一个财神都有特殊的地方。那么红财神、象头财神，他的特征就是在他的鼻子。你要观想这个。增益法，你就把那个鼻子观想，它伸长向东，到很远很远，转过头向西，到西方很远很远，到南方，到北方，这个鼻子自由自在的旋转，然后你需要的东西啊，你用鼻子去把它捡住。把它捡住就行，啊，做观想的，在修法当中啊，象头财神的观想是他的鼻子非常的灵，那么他能够起物，伸到很远的地方去卷东西，起物，好像是说你想增益了，啊，修法了，你就伸得很远。那么把那个银行里面的这个钱呢，全部给它捡起来，把它捡回来就行了。啊，这个就是修法嘛。这个结魔法、财神法是这样子修的。你说修净爱法嘛，一伸出去，哇，很远很远的地方，哇，把那个拟声就把它捡住，就把它捡到你面前来，哇，这个就是净爱法。它很方便的，它的鼻子用它灵活的鼻子去行一切的事业手印，这个很多的密教里面的法是非常的新鲜，而且非常的稀奇，非常的殊胜。像修复法，修成一尊护法出来，它随时跟着你，保护你。修这个财神法，红财神，他就可以用他的鼻子去勾任何的东西。你想要得到那个官位，你观想那个官位在那里，用把你自己变成象头财神，伸出你的鼻子，去把那个位置给它捡过来，你就可以得到官位啊。那么这个。这个四密就是事业，修行的秘密，在于呢，坛城，这个坛城是非常重要，所以坛法刚开始修密宗要注重坛法，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完了，再来就是行密，大部分来讲起来啊，四密啊是属于。入世法，入世法，那么到了行密啊，就属于什么呢？行密就是属于出世法，也就是成就法。那么行密重什么呢？行密它是重本尊，这个就反过来了。有时候啊，我们坛城。做好，坛城做好了，那么你进去修法，做四密是这个样子，四密是坛城做好，
你进去里面修法，修七天，修完七天以后，你出坛，出坛以后，你就可以不用再修法，不修了，这个法你可以不修了，这个事密、啊、就事业方面。那么你这个行密就不一样了，行密你是你做坛城，那么进去里面修。出来的时候你还要观想你自己就是本尊，时时啊你注重你自己的行为要合于密教的一些仪轨，这个就是行密。在你的行为上你已经改变了，所以事法进去里面你是本尊，出来你就是一个凡夫。那么在行密里面呢、啊，你进去里面是本尊，你出来还是本尊，你时时都要意念你自己就是本尊了，这个就是行密已经开始。那么行密呢，它注重在本尊上面。啊，事密、行密，再来就是瑜伽密。瑜伽密是修什么呢？瑜伽密就是说你时时刻刻有了相应的这种现象，时时刻刻都在观想上。瑜伽密就是相应的闭密，就时时刻刻你都是在做观想的功夫，这个时候就比行密更进一步了。你懂得怎么样子做阿日观，怎么样子做入我我日观，怎样子做业轮观啊，如何做这个法，如何做法观，如何做五相尘身观，你已经懂得了这些观想，那么时时在观想之中就叫做瑜伽密。那么最后呢，到了最后最上面了，叫做无上密。什么叫无上密呢？其实这个时候啊，你的观想已进入佛的空性，可以讲你时时在做空观。所以这四门啊，第一门是事业，重在坛城。第二门是行密，重在本尊，也就是成就法了。第三门瑜伽门，重在观想。第四门无上密，重在观空。啊，这有四种四个门密教的这个能入的四门，就是这样子的。那这里面呢、啊、我们讲的这个最上的就是如来的空性，无上密就是如来的空性。凡行一切事，皆是清净的空性，这是无上密部。你做任何一个事情都进入清净的空性里面，这是最高的无上密、啊、就是从有形的走到无形的，从事业，从你的习斋敬爱这个真意降伏，这些有形的入世法走向出世法，到了最高的如来清净的空性，这个是密宗的四门。那么在
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修密教的过程当中啊，便不是重理论的。我知道这个这一本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倒不是完全讨论密教里面的种种的理论，其中也讨论到很多的事法，所以这一本这个里面呢，从开始怎么样子布坛，怎么样子修行，怎么样子结界，怎么样子做法，他都有写到的。所以将来啊，会跟大家谈到。所以我刚才讲这个莲花生大师入西藏，他本身不重理论，他只是重修法。啊，你怎么这样子修？他教你方法，教你口诀，口诀很简单，教你怎么样子修，你就去修。这些密教的理论你不一定要懂，还有这佛法的这些佛理你不一定要懂，你能够按照方法，按照仪轨去做，修持成就了以后啊，你就会知道的。所以这个密教本身呢，重实修啊，一般的这个像这个禅宗以前啊，那个祖师啊，这个六祖以前所有的祖师，他们也不重理论的，他们也是重实际上的那种证悟。真正的禅呢，也不在理论，你实际上生佛去体验的，那个是最真实的，真实的修行。所以那时候啊，最早的时候开悟的人很多，莲花生大师入藏开悟的弟子很多，但以后呢，大家重理论，反而开悟的就少了，因为大家都是迷于这些理论呢，被理论呢牵着走，就是好像纸叶一样的，你这个法是手指头，你去指月亮，指向真理，那么很多人就认指为业，认这个指头就是月亮，这个就差了。所以以为理论就是真正的佛法，其实是不对的。应该讲起来，我们要重实修。密教好啊，好在哪里？好在它有仪轨，它有修行的这个层次，这种仪轨。你只要依着仪轨这样子修，你就能够有成就。那一般的佛法，你一定要先懂得这些道理啊，明白这些理，然后再去这个研究理以后，啊，先从理上去开悟，再走向事法。但是事法他们很少，倒是密教的事法很多，所以我认为这也是密教本身的好处。啊，今天跟大家谈到这里，Om Mani Padme Hum。密宗道次第广论，下马威啊，丁二，明安立。一门之差别，勿一问啊！这一段注意一下，这一段啊，等一下问大家啊，到底这一段在讲些什么？因为这一段我看了很久，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等一下要问大家的啊。因为他的这个文字啊不多，所以我从头念到尾。若有机有胜劣，而说细部次第不同，则此能入之门，
非就所为胜劣而立，以凡气入金刚胜者，一切皆为一切有情而求证得无上菩提，发大圣心无差别故，非就能得二身正因道体不同而立，以达无自性会引发法身相同，修天瑜伽引发色身种相同故，是故一切名金刚胜为是一胜。若以天瑜伽等众多道之差别立为异胜，或细部次第不同一门者，则以无上瑜伽一一系中，一应安立众多不同诸胜。即如极密一部，一应有多不同能入之门，以极之金刚续说，有莲花、旃檀等胜劣五种补特迦罗故，以是当说，就基胜劣门中，分别细部不同四门，就有合理而为安立。好了，读完了，请问这一段他说些什么？啊，刚才你们也听过有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的这一本的，你们也看了一遍，甚至我还没有讲以前，你们就看了多遍。啊，现在问第二排的，这边过去第二排，啊，头不要低下来，我认得你们的。碧焰法师，这一段是讲些什么？要马上回答的。他摇头。好，碧真法师，常人上师。为求无上菩提发大圣心。他讲说，为求无上菩提而发大圣心。也算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他照了这个文字念了一遍。好，莲家法师。就前面四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里面，它的次第问题跟天瑜伽的差异。啊、哦，你是这样子讲的，也很接近，非常的接近。那个常智法师，常智上师。好，他没有回答，他是一默一声雷。那个莲灯上师，好，他讲不清楚，其实是很清楚。他这个文章里面不清楚，里面的文章不清楚，标题很清楚。好，你们看标题，名安立一门之差别，要叫你明白为什么安立这个四部行部瑜伽部无上部这四个门的差别。这个标题很清楚啊，我就是叫你讲这一段的意思嘛。那你只要把标题这个讲了一遍，你只要念标题就是对的了。他是在讲这四部啊，这四部有什么差别呢？这个四部行部瑜伽部无上部这四部有什么差别？为什么要安立这四部呢？这是问题。啊，标题很清楚，你不要读里面的这个段落，这个段落真的读了，我讲过的，
就很好睡，因为越想就越糊涂啊，干脆睡觉。所以其实啊，很多的这个经典不需要写的那么艰难啊，让大家看得懂。以前我父亲啊，我爸爸啊，他说他读很多书，我很少看他读书，他怎么会读那么多书呢？因为他每一次啊，在睡觉以前呢、啊，他把书拿起来看了，看了几句，然后他把书折起来，就放着当枕头。我问他怎么读书，他说我睡觉就读了，他在睡中读了很多的书。这个也是睡梦大手印哦。这个文字里面呢、啊，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就可以很清楚。你按照他这个文字看呢、啊，实在是不清楚的。他里面谈到二生，什么是二生？我们晓得，我就是一个生。啊，今天卢胜彦坐在这里，卢胜彦就是一个身。那我从哪里来的？我的本尊呢？啊，你说莲花童子，啊，莲花童子，我是从莲花童子那里来，莲花童子就是我的智慧本尊，另外我的一个身。那么你今天呢、啊，修阿弥陀佛本尊，阿弥陀佛就是你的智慧本尊吗？就是两生，这里面提到的灰就能得二生，正因道体不同而立，他是为了这两个生才立这个四个门，为了智慧本尊跟你自己的身才立这两个门。天色身啊，你们将来修天色身天瑜伽也是另外一个智慧本尊，所以是一样的，里面提到这个天瑜伽同样是这个道理。不过不管你怎么样子修，刚才常仁上师讲的都是啊，为了引发这个色身种相同故，都是为了引发色身种相同故，是故一切明金刚圣为是一圣哦，他这个就是主要的意思，就是在这里，以凡气入金刚圣者，以凡夫的身、凡夫的气味进入这个金刚圣，都为了是两个身，为了智慧本尊跟你自己。我现在要谈为什么有差别。是因为我们人本身有差别，所以他的修法才分成四门而入。是我们人本身有差别，金刚圣是一样的一圣，但是为了我们人本身的根器不同而分为四门能入。我讲过的这个在四部瑜伽里面呢，你坛城要做49天，不坛城不49天，在里面修法才7天，7天就圆满了。那是在里面修法的时候啊，你要观想你自己变化成为本尊，但是出坛城以后呢，就不再观想。就不观想自己是本尊，只是在坛城里面观想。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很多弟子也是这个样子。我进到坛城里面，哇，好清净庄严，我突然间自己也变得清净庄严起来。你出了坛城啊，青菜啊，青菜，青菜就是青菜，可以吃的那个青菜。这个就是麻麻的，马马虎虎啊！你出了外面，你就不是本尊了。
你可以随时随地做任何一件事情。这个就是一般人的想法，一般人是有些人是这样子想。那么第二种呢，到了刑部，刑部啊，他在坛城里面是本尊，坛城外面呢也是本尊，但是只要他修持到吉祥圆满了，已经圆满了，这个事情已经达成了，他就忘掉自己是本尊，就把本尊抛弃，这是刑部的时候是这样子。那么再进一步呢，到瑜伽部呢，智慧本尊呐、虚空中的智慧本尊，跟行者时时在做观想，时时在一起合一，合一的现象，就是本尊跟你啊完全合一了。这个在密教里面很重要的，叫做活曼坚固。活曼坚固就是说，你已经得到活曼，你自己就像一个佛，一尊佛，完全一模一样的。坚固就是智慧本尊跟你自己完全是一样的，没有分别，你时时都做本尊观想。这个是瑜伽。这个时候啊，有很多观想，你时时在做训练，这是瑜伽部。最后的无上部是什么呢？无上部，智慧本尊跟你是两个身，到瑜伽部是一个身，到了无上部是没有身，也就是没有智慧本尊了，也没有你。你跟智慧本尊呢，不但融合为一，一又化为零，进入空性。这个时候的无上部啊，根本没有什么两个身的，也不是一个身的，简直是成为一个大圆镜子，完全融合化为无的现象，才是真正的无上部。所以密教本身来讲，这四个门啊，是从最基层一直到最深的这一层，到最高。四部在修法的时候是本尊，行部到圆满的时候是本尊，瑜伽部是跟本尊合一，无上部是完全化为空。这个就是密教修行的一个重的次第，而不是横的次第，是重的次第，完全由最基层一直到最高的空性。这是一这样子来分的，用本尊这样子来讲，就可以分别四门的差异在哪里。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呢？因为有很多人认为啊，好像一般来讲，你跟他讲说，你就是佛啊，跟那些显教的讲说你就是佛，哪里？佛在天边啊，那么远啊，我们这个世俗凡夫哪里是什么佛？我们是很 dirty。 你知道我们刚到美国来第一次学英语啊，那个小孩子第一次学英语是学哪一句啊？他们在看电视，哇，看到他们讲第一句英语是讲什么 ？Yuck, yuck， 什么是 yuck？ yuck 是什么意思？你懂得英语的都要讲啊，怎么当不当哑巴啊 ？yuck 是什么？啊，肮脏啊，肮脏，对啦，就是 dirty 吗？ dirty 也是肮脏吗？ yuck 也是肮脏。那些小孩子刚从台湾移民到这个美国来看电视，看到那电视里面就 yuck， 为什么会讲 yuck 呢？
因为在台湾的电视啊，我们以前很少看到在 kiss 的那个嘴巴对嘴巴这样子 kiss，那个女孩子、男生啊、小女生、小男生一看到美国电影里面啊、电视里面，经常都是在 kiss 的，好像卖个口香糖，他也拼命在那边 kiss，好像什么 long kiss，长吻的、啊、哦，意思是那个小孩子他看电视第一句学英文。就是 Yuck Yuck 天天在那边喊 Yuck Yuck 到最后他也 Yuck 了他长大他也要 Yuck 现在、哦、哎呀这些女生实在是受不了我就跟啊，我不要讲谁我说啊，你知道在美国长大的女孩子啊，只准她 kiss 啊，其他的不可以，我就这样讲，跟他讲，已经很宽容了，对不对？在台湾哪里有说 kiss 的？台湾没有 kiss， 在美国没有办法，在美国，因为他文明吗？他进化吗？他超进吗？所以你给他进哦，最后关头进就好了，其他的，哎呀，随意了。诶，讲到哪里去了？啊，告诉大家哦，我讲这个亚可的意思，是说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本身是脏的。你跟显教的那些人讲，你就是佛，我哪里是佛？佛是非常清净的，啊，三密清净才叫做佛啊！我什么时候清净过？所以佛跟我离得很远的，很远很远的，佛在天边，我在娑婆世界，我跟佛距离这么远，他们不相信，不可能说观想啊，本尊跟你合一，他们不可能观想这样子，佛是另外是佛，你就是你，啊，两个之间有一个距离，有一个差距在的啊，不可能说两个人合一的，但是密教不同啊，密教一定要观想你自己跟本尊一定要合一的，从四部开始就要这样子，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啊，智慧本尊跟你自己要经常要合一的，他们认为这样子不好，这样子是侮辱了佛，对佛是一种侮辱，所以一般有些根气差一点的，他没有办法做本尊观想。那么第二种呢，有一些人是这个样子，我身体清净的时候，我就是本尊，好像我进到坛城看到，哎呀，很庄严，我刚刚洗过澡，穿宽松的衣服，我脑袋没有杂念，脑袋瓜里面没有蝌蚪啊，很清净，那刚刚洗过澡又喷了香水，所以觉得哎，有一点接近本尊了，对不对？而且又好像刚刚刮过胡子，看起来还蛮像样的，那个气色也很好，这几天营养也够啊、哦，气色也好，精神也很舒服，所以坐在坛城就好吧，现在应该是清净了，就观想本尊来入我，我进到本尊的心中。但是一出来啊，一上厕所，蹲在马坐在这个马桶上面的时候啊，他想这个时候不好意思观想自己是本尊吗？很多人到厕所里面他不敢观想自己是本尊，一进到厕所你坐在马桶上，那姿势也不太好看，尤其那个台湾的那种厕所，台湾的厕所不是用坐的，有些是，当然现在都是用坐的很多的啦，但是以前是挖一个坑的那一种啊，挖一个坑呢，两只脚张开的，要蹲下来，那个叫做厕所的姿势，啊，你晓得厕所的姿势是什么姿势吗？这个时候怎么可以观想自己是本尊呢？而且正在用力的时候啊。
他正在用力，还发出声音。这个时候怎么可能观想自己是本尊呢？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哎呀，不应该观想自己是本尊，因为这个时候是脏的，那个味道也不太好，那个从底下熏出来的味道，你知道那个以前挖过坑的那一种，那个味道是不太好，因为它积存很久，那个积习积那个气息而在往上熏呢，那味道确实不太好。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啊，美国啊，台湾啊，都比大陆好。我听说一个姓蒋的弟子啊，我们有一个姓蒋的弟子带着一个这个洋，他娶了一个老外，就是鬼妹仔了。他娶了一个鬼妹啊，然后带他到大陆，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去。那么他家乡呢是很穷困的、很古老的那种乡村，那么就是一个很大的池，很大的粪池，然后中间有两块石头的那种，那一种，那个羊脖子啊，他一进去啊，他两只脚跨在两块石头上，一蹲下来啊，因为他都是以前用坐的，以前。现在用蹲的，你知道那个蹲的姿势啊，一下子就不行了，而且那是真的不行了，我告诉你。蹲一下子以后呢，这个两只那个小腿啊，它就已经发麻，大腿没办法支持，两只脚发麻，它站不起来，不但站不起来还往底下滑。那个石头不是很平的啊，是稍微倾斜的，往底下滑就要滑到那个水了。他在里面喊救命救命救命，他没办法站起来。大家不要笑，我回台湾的时候啊，到一家百货公司去，因为已经坐久了，这个蹲啊，以前是练过的，但是你说十几年没有练了。一回台湾，突然到财神，台中财神酒店，突然间想说要上一号，就用蹲的。哎呀，才知道这个练功的重要。真的，一下子就不行了。只要一下子，你马上觉得，哦，这个腿真的是受不了。我还赶快再亲一边，亲右边，亲右边一下也不行，再亲左边。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个羊脖子，他从小坐马桶坐到大，他没有练过蹲功。今天到中国大陆的乡村的地方一蹲，他马上完，要滑下去。那个蒋师兄啊，和这个闻声救苦，他冲进去，赶快去抱他老婆，这一下子差点两个通通淹尿，通通喝尿。我告诉你啊，很严重的。我又讲到那里。我的意思是讲，很多人认为有时候自己是干净的，有时候是肮脏的，这个问题很多的，所以他不可能本尊时时跟他在一起。他进坛城他就认为我是清净，一出坛城他就认为我是肮脏的。本来清净的，一碰到脏的就认为是脏的。尤其是女生哦，啊，女生啊，你知道我们这些那个现在是比丘是渐渐多了，又来一个新的比丘，以前全部都是比丘尼，就是一个仙人，来一个灯宵，啊，两个，现在又来一个这个常住，
这三个了啊，女生很麻烦，什么麻烦？有时候出门麻烦啊，出门很麻烦。他们认为这样子就是不亲近啊，很多这个女弟子写信来，他就讲，师尊啊，我这个一个月来一次的时候啊，这个可以不可以进入坛城啊，可以不可以点香啊，可以不可以，在密教来讲是一定可以的，因为密教里面它最高的境界是把你自己观成本尊，就是到瑜伽相应的境界，就是在训练你这个不是二身而是一身，你既然是本尊，你就是清净，要时时认为本尊清净在你的身上，一切的误会都要消除，这些肮脏的通通都要消除的。女生是比较麻烦，男生就没有这个毛病，但是女生的麻烦，像有时候啊有些女弟子啊，她突然今天她就咔嚕把门关起来，她在房间里面干什么？她在睡觉，无缘无故啊，从早上一直睡到晚上。我问她你怎么了？她讲没事，没有事，她这个眼睛啊朦胧，跟我讲没事。问她你到底怎么了？怎么睡一整天呢？为什么睡一整天呢？他跟我讲没事，他也不告诉我怎么回事。他说没事，我睡一天就好了。他就是这样子讲。他每次啊，以后我知道了，反正他没事的时候就是有事。因为他每一个月一定要睡一天或者两天。每一个月他一定要把房门关起来，然后睡一天两天。他跟我讲没事哦，终于知道了，原来没事就是有事。他说睡一睡就好了，我就相信他还有睡一睡就好的病啊。但是很麻烦的，我们这边比丘尼太多，没事就是有事，有事就是没事，搞不清楚他们是在做什么。不过当一个密教行者，要观想自己时时刻刻都是本尊，那么既然时时刻刻都是本尊呢，就是时时刻刻都是清净，不管你做任何事。所以我们像上厕所，你上厕所清净的，那是清净的行为，你千万不能认为是污秽的行为。你去拿什么东西，好像去煮到厨房去煮菜，你也要观想自己是本尊哦。你不要以为你在厨房里面你就是很肮脏的，其实你也是清净的行为。我讲过的，当你在这个切什么东西的时候啊，你都在做超度的行为。超度的行为就是清净的行为。还有很多人认为啊，这个居士，我们讲居士不是讲出家的比丘尼啊，他们夫妻两个同房，他们讲哎呀，这个时候怎么可以观想自己是本尊呢？要告诉你啊，也要观想自己是本尊，一样是清净的行为。密教里面是这样子讲，你假如在那个一般的显教说，哎呀，你可能在门口贴一个条子，活菩萨金刚护法空行，不要看。为什么？因为你们同房
所以你干脆贴一个条子说，哎，请菩萨回避，啊，请这个佛回避，因为是不清净的行为，错了，是清净的行为，在密教里面是的，认为这是清净的行为。很简单的讲，以前有一个金刚上师讲，这种行为是最清净的，这是在撒菩提种。哦，他讲得很严肃，这是菩提发菩提心，撒菩提子。啊，这是佛化家庭在，啊，等于是在坐着。接续这个菩提的事业，哦，他这样子讲，那金刚上师是这样子讲，是完全在延续着菩提的事业。哎，想一想也是真的哦，哎，说不定你的儿子啊、女儿啊，将来都是大菩萨、大金刚呢，那不是接续菩提的事业吗？所以他那个金刚上师讲的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他讲的是非常严肃的。他认为这个也是清净的。你假如把它想成是 dirty 的，那么你不能成就本尊，因为本尊跟你是合一的嘛。在密教的修行里面，anything is clean. Anything is nice is good. Anything is light 是光。任何事情都是光。所以你真正修行到这个无上部的时候啊，你化为空性。本来是两个身呐、啊，密教修行都是两个身，智慧本尊跟你自己都是两个身，合一成为一个身的时候，就叫瑜伽部。到了无上部，就打破两个身，也打破一个身，根本就是佛性到无上部，化为一片光明。这个是最高的境界。为什么要分为四部、行部、瑜伽部、无上部呢？最主要的原因在这里，因为人有很多种根器不同、观念不同。你叫他说本尊就是你，他根本没有办法接受。他有时候清净，有时候不清净。他不知道啊，一切的行为都是清净，最高的境界，化为一片光明。当然是最高的境界了。但是你时时因为人本身的根器不同、观念不同，所以它分成这四门能入。我这样子讲，就是在解释这一段。你们看这一段。一定是看不懂的，因为我自己也看不懂。但是还好啊，还好你们的师尊呐、啊，他本身跟宗喀巴很好，跟宗喀巴祖师很好。因为我以宗喀巴的眼睛来看这一段，就知道他在讲些什么。我能够把这个四门呐、啊。这个四门的差异、差别呀、我能够讲解得很清楚。啊，别人来讲这一段，按照这一段文字去看，看不出是什么东西来。其实他也是在讲这个二身，讲这个二身。那么修天瑜伽是引发色身种相同故。是表示两个身是一个身，
这个都是这样子的。这个要分别细部不同四门，就由合理而为安立，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就是因为啊，这个众多不同啊，每个都是所有的众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要分别四门。好，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阿弥陀佛。